新闻深深红红。总统参选蔡英文在花莲参加阿美族的丰年祭，看到原住民朋友的热情欢迎，小英主席心情很不错。不过当媒体提到宋楚瑜自称已经得到两位绿营的前县市长的支持时，蔡主席的反应很淡定。有这个问题吗？没有，我没有被拔庄的感觉，我也不知道这两位绿营的前任的地方首长是谁，我们也不清楚哦。但是我们整体的党的地方执政其实蛮稳定的。时间回到14号，蔡主席在花莲参加阿美族丰年祭，受到当地乡亲的热情欢迎。无党籍县长傅昆萁、国民党立委廖国栋也到场与蔡英文共进午餐，竟然主动大喊我们的蔡主席总统。还有我们蔡主席总统。廖国栋可是当今国民党鞭，事后赶紧澄清只是客套幽默，而蔡英文自己和傅昆萁两人在台下交谈热烈，不料一上台，蔡英文竟然称傅昆萁为桃园大家长。还有我们桃园县的大家长，我们傅昆萁。距总统大选还100多天，后山花莲也开始慢慢加温。谢谢综合报道。